特斯拉公布柏林工厂首个小目标，每辆 Model Y 车身生产只需45秒。10月10日消息，电动汽车制造商认为落成举行 Gigafest 庆典活动，许多粉丝借机进入工厂内部。其中 @cosper 分享的照片显示，特斯拉已经为柏林工厂制定了首个目标，即每辆车身生产时间只需45秒。凭借超高的精度和快速的运动，我们每隔45秒就能生产一辆 Model Y 车身。特斯拉粉丝车最下划线 Tesla 计算发现，如果柏林工厂每45秒生产一辆 Model Y 车身，它每年可以在高峰产能下生产70万辆汽车。